窗外阳光刚洒上枕边的时候，还是听到是一声问候，早上好，准备开启活力早晨的时候，你的早上是什么状态？上班欢乐派，满耳都是好心情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庙里有个大侦探，说他啥都会知道。难免来猜歌，嘿，简单的笑呵呵。这里是音乐大侦探惊喜盲盒 ，surprise。9:24，如果你在前面两个游戏环节都和京东购物卡这个失之交臂了，那么这个环节也是你大展拳脚的时候了。对，那么这个环节的话呢，是给各位准备到了一个题目，需要各位来猜猜歌名是什么一首歌曲。那么关于这个歌曲的话呢，我们给出两个提示，分别放在两个盲盒当中，只能选择一个来打开。到底你会选到难一点的盲盒还是简单一点的话呢，就要看一看盲盒开启者的运气怎么样了。今天啊，我们有两个盲盆，我觉得我本来起的名儿不是很好，我灵机一动换了换。换吧。今天有两个盲盆，撒狗粮和吃狗粮。撒狗粮和吃狗粮这个名字起的也不太好吧？但是很形象。哦，今天不是11月11号光棍节吗？你知道，因为双十一购物节的到来，很多人都已经忘了，原本这是一个光棍节。但是光棍节那就是光棍们的节日，我觉得你这两个盲盒的名字就是给别人添堵。什么撒狗粮、吃狗粮，今天又不是情人节。那么今天这两个盲盒呢，就是这个名字了。应该叫一个叫单身贵族，一个叫。单身还有什么好词儿呀？单身美好，有一首歌叫《单身美好》。今天呢，就有这两个盲盒，撒狗粮和吃狗粮。各位，你会选择哪个吗？对，那可以把你的选项来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惠州音乐广播。我们今天选择第几位呢？就选择第11位吧，毕竟11月11日嘛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各位朋友选择盲盒不要根据你的喜好，而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答题。就如果单身就要发吃狗粮，如果是就是有另一半就发撒狗粮。是的，我觉得你今天真的特别不友好。那么今天这两个盲盒，我就很好。